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一个四位数，它的这个逆顺序哈，刚好是原四位数的四倍。啊，所谓逆顺序哈，就是比如说五六七八，那么它的逆顺序哈，就是八七六，就把它倒过来就是，就是说它原来的数哈。把它给逆顺序以后，变成原来的四倍。好，那么它要求这个数。好，那我们假设哈，这个数哈，因为它四位数嘛，好，我们就留四个空格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讨论。这个最小是一啊，如果这里填一的话，那这里应该是多少？如果不进位的话，这里是四。啊，最多进几位呢？这个最大是九，四九三十六，最大进三位，那就是四加三十七，也就这个数字哈，最小是四，最大是七。如果这里是四的话，这里也应该是四，啊，这里一的话，这里也应该是一，好，就倒过来了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数是这个四数哈乘以四嘛。你四十六，这里应该是六，所以四呢这个不符了。那五呢？这如果我要这里应该五，五是二十，这里应该零嘛，所以不对。那如果是六的话，这是六的话，这是六，六是二十四，这里应该是四，所以不对。如果是七的话呢，这是一七嘛，这应该是七，七是二十八，这应该八，所以也不行。所以这里不可能是一，那我们看看二可不可能？那如果二的话呢？这个最多哈，最少的话，最少是八。如果是九的话，四九加，那这个是八，不是八就是九。好，那如果它是八的话呢？那我们看呢，可不可能？好，这里也是八，那这里的话呢是二，那有可能的，因为四八三十二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假设哈，这两个数字叫做 A、B。这叫 VA 好，那我把它乘以呢四以后，四八三十是近三。那近三的话，那就是说这个数字哈，我把它乘以四加三以后，应该是这个数字。也就是说，四倍的哈 AB 加三哈，应该是等于 VA。好，那我把这个哈看成是两位数了。这个位数是十位数，好，那这样的话是十位数的个位数，所以是四哈乘以多少？十 a 加 b 加三，这是等于十 b 啊加 a。好，然后我来求这个整数解，好 ，ab 的话是一到九中间的某一个数的，好，那我把这个人移过来。a 减掉四十 a 就负三十九 a 啊，那加多少？十减四的话是六 a， 这个等于三，然后全部把它除以三，那就是三一得三，三二得九，三二得六。这是 b 啊，这是 b， 这是 b 啊，这等于一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哈，这应该是7啊，7二十四嘛，这应该是1 14减13刚好是1，所以这是 AB 哈，有一个解，一个解是1跟7，还有没有其他解？没有其他解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把如果把它写成一般解的话，这个 A 是等于7加 2T 啊，哦没有，是1加 2T， 1加 2T 啊，好，那 B 的话应该好。B 的话特殊解是7嘛，7加多少呢？7加 13T， 但是我们晓得 AB 是0到9的一个数嘛， T 除了是0以外其他不可能，因为 T 如果是1的话就超过9，那如果是负1的话，那这个就负的就不行，所以只有这一组解17，也就是说这个数的话原四位数的话是2178，所以答案是2178。